离过年还有10天，街上的行人已经都非常少了，是不是都提前回去过年了？这是汽车客运站西部的，客运站去看一看，这是汽车客运站。地铁站就在这个汽车站的门口。两个武警战士正在执勤，前后观看。候车的人不是很多，候车有武警持枪守着。各位旅客，进站时请佩戴口罩，保持一米距离。出示健康码、行程卡，测量体温。进站时请佩戴口罩，保持一米距离。出示健康码、行程卡，测量体温。流查隔离时。客运餐厅，超市。街边研究跳舞，云南人民的幸福指数挺高的。瘦子，怎么又？回来喽！这个瘦子还是活着来，这是换个地方的长瘦子吧？怎么成了？换品种，全都死了。啊，死了是吧？这是什么树啊？这是长果子的。哦，全部开裂了。这果子有什么用啊？这个。女贞，这果子是不是叫女贞子啊？女贞子好像是药了。城市里面经常的换树啊，这个树子好像是据说是开裂了，换树太可惜了。女贞子还是一个不算名贵的中草药。